又起来看日出了。哇，今天这个日出感觉跟昨天不一样哈，昨天天上非常多的云，今天就没什么云哎。今天这个贡嘎雪山的主峰哈，我觉得自己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这个一点云的遮挡都没有，然后上面有一点点云，然后背着出的这个光线映的这个颜色特别漂亮。哇，但说实话今天比昨天冷呀，今天有点风，昨天起来的时候没什么风，刚带了两只狗狗出去上了厕所，我就在这儿看日出了，就这个方向。哦，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哇，太漂亮了，就这个太阳太刺眼了，相当的刺眼。今天的贡嘎雪山非常漂亮，第一次见能看见全貌，昨天都是等到快中午的时候才出来的。哇，这么早起来冷一冷还是值得的。今天还在起风，看一下这个帐篷，哇，上面还是有一层水，好像是下了雨还是冷点水啊。没有下雨吧，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就下山了，等太阳出来之后把帐篷晒一晒，上面这些水珠珠全部给晒干，就可以把帐篷收了下山。哇，在这边住了两个晚上感觉还是蛮棒的，昨天晚上一直想看那个日照金山的就没有看到，但今天早上直接能看见这个全貌还是挺棒的，非常清晰这个贡嘎山。昨天晚上我应该是蛮多的，这边几个帐篷，那边还有，今天天气应该也是非常的好的。哎呀，就是日照金山没看见，其他全部都看见了，太美了。我感觉昨天晚上温度好像是到了0度左右的，因为刚才我在这个机盖上面啊，摸着有一层薄薄的冰，应该是到了0度的。哦，对对，你看摸这里开着的，然后刚才起床的时候把那个全气开着出来换衣服，还是很舒服。再等一等我就进帐篷去补会儿觉了，今天又起来得很早，把这个岩石拍完之后就进去。看完了日出，刚才在帐篷里面补了会儿瞌睡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把作业板凳拿出来吃早餐了。哎，你看现在的天气又完全不一样了，刚才上面还有一点点云，现在一点云都没有了，然后下面又形成了这个云海。哇塞，我觉得这个云海真的特别好看，特别漂亮，就很神奇啊，你看这个云就在你下面，然后上面还是山，这种感觉真的就是很奇妙。今天准备又煮一个粥，上次的话没有特别的成功，今天再试一次。我觉得这么冷天气哈，喝点粥是非常棒的。哇塞，今天这个云海越来越多了，看见了吗？其实昨天那个云海更夸张，都到这边来了。先把它烧开，然后就给它压一会儿。已经开了，关小火，然后盖，然后盖上盖子之后直接开到最小，上次就是开大了就喷出来了。好，这边开到一档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云海越来越多了，我很明显的能看到这些地方在往上升，哎，都在往上吹了，有可能这堆云海吹上来会把那个山挡一会儿啊。对，但今天这个一直都能看清清楚楚看见那个雪山哈。对啊，太清晰了。对，然后这边粥已经压好了，然后再给它煮一煮，然后泡这个海带丝，再空气炸锅做一点这些东西。等一下我们要收拾我们的帐篷，所以说早餐多吃一点啊。嗯，要不然收完就饿了。确实是，我看到这个雪峰真的太明显了。今天比昨天天气好，说实话。嗯，因为昨天的话，那个山上它一直有云，它挺挡那些云，它挺挡那些山的视线的。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开饭了。好了，早餐就都做好了。哇，今天这个做的粥还蛮不错的哈。嗯，很稠。
我就喜欢这种感觉的。上次一人才吃一碗，哎呀，刚吃进去就没了。我刚刚都饿得不行，已经吃了点那个海带丝了。哇塞，今天这个吃早餐感觉又不一样了。对，今天比昨天漂亮。今天震撼一些，因为昨天下面没有云海，然后今天这个雪山也是一直露出来的。对，今天比昨天吃饭的心情更好。来来来，开动开动。感觉这个吃的都不是饭啊。对，虽然说每天吃的东西差不了太多，但是看见的风景不一样啊。对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真的。这个就叫露营是吧？嗯。这个就是享受露营。哎，如果我们是开房车的话，可能我们就不会这样在外面吃饭啊。对，就是说房车跟露营哈，我们是两种玩法。嗯。房车也拉不到这儿来嘛。嗯，也上不来的。对对对。今天这个云海太漂亮了。哇。没想到我们今天准备走了，还有这个风景啊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昨天有云海，但是它那个山是被遮住的。我觉得今天还比昨天要热一些，就今天云少。嗯。对。云都在我们下面了。对，我说今天只穿了个冲锋衣，昨天就穿了羽绒服。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，反正就是太美了。但是还是就是日照金山没看见啊。嗯，就是。那个东西真的需要运气，但有可能今天能看得见。也有可能。你说不准，你看我们头上这么大一片云，要是飘过去了。那边的云好像又要飘过去了。哇，他们从下面骑马上来的，好帅啊！真的太帅了，感觉就在云上面啊。对啊。我们吃着吃着哈，随时就看见这个身后的云海在变化。对呀、啊，看一下现在。它一直在变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只有这个主峰给露出来的，其他基本都快被这个云给包裹着了。这种感觉很神奇啊。对，它就正好是它露出来的。嗯。应该是还没升到那么高，它是最高的嘛。对，可能我们摔翻它就把它挡住了哈。有可能啊。你这个感觉就像是一个神仙在仙境吃饭的感觉。哎，真的是，这是可以说是仙境了。是吧？嗯，现在我们这边已经吃好了，刚刚吃好，然后那边就快被包裹住了。它忽若隐若现的也，挺神奇。嗯、哎呀，今天这个虽然煮的还不错，但是你看里面又扒成这样子。上一次也是扒锅了的。去泡一泡。嗯。哎，又要露出来了。现在的贡嘎雪山哈，已经完全被这个雾给挡完了，没啥风景可看了。我们现在在收拾我们的这个装备了哈，又是个大工程，收拾确实要比。搭的时候要麻烦很多，然后把两个狗狗拴到外面来，让他们两个在这外面玩。好玩不嘛？收拾吧，收拾就下山 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了。我刚才收拾的时候专门看了一下时间，整整一个小时，刚刚好。主要是这是在高原，弄太快的话就真的有点累啊。哎，4600的海拔。行，我们准备下山了。这边露营真的是很棒的，真的就是看运气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这雪山看着真的相当震撼。以后有机会再来吧。其实往后面走哈，还有两个地方可以去，一个雅哈雅口，一个能嘎措。能嘎措的话，但是需要徒步，需要徒步两个小时，因为我们这次带着狗狗不太方便。只有六的还行，等以后奥利长大了之后可以一起去徒步哈。因为怕他还小，万一他走不动了就我们抱。对，然后继续往前面走可以到雅哈雅口，然后那如果那边路修好了还可以直接到新疆桥了，那还比较近。我们这个就是需要原路返回是吧？对，原路返回。嗯，其实我们运气挺好的。对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两天哈都看到了想看的东西，就只有这座金山没看到。对啊。但是也还好吧。你看，正好我们要走了，天气就变差了。对。你说要是昨天我们待在这儿是这个天气啊，那多伤心啊！都想走了哈。嗯，慢一点啊。这个姊妹垭口哈，第一次来，感觉真的是特别棒，以后我觉得还会再来的。其实你这个感觉棒不棒啊，也要看我们这个运气。对。你运气好了，真的就感觉超级棒。对，像现在刚刚来的人就觉得，哎呀，运气有点差哈。对啊。什么都看不见，全是雾。嗯。
我本来来的那天其实挺失望的，对，那个雾有点太恐怖了，比今天还夸张。对啊，我本来以为没希望了，哎，没想到第二天就看到了啊。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这边，这个真是路况越差的地方，景色就越好哈。嗯，确实是。对，你要想看到这么壮观的雪山，你就是得走这种路。但我估计以后应该就会修好了，已经未来要开发了。嗯，它这个路沿边都修好了。对。嗯。我们这次出行就是去走这种地方，所以说没拉房车嘛。这些地方房车都没办法来，它修好了就可以来了。对。嗯，像那些鱼子溪都没办法的。我们现在就准备返回新都桥，在那边就再休整一下哈。嗯。对，现在原路返回了。这次的体验还是很棒的，就是海拔有点高，收东西稍微有点累。搭的话还好，就是收。嗯、收的时候，就是各种步骤嘛，有一点点累，还好。对，但是坐了两个晚上啊，对我们来说还是很舒服的，什么垫着毯那些都好了哈。嗯。反正旁边露营的都说冷。都说没有很舒服啊。对。所以说我们东西准备的多了嘛、嗯、虽然说麻烦一点，但是住着舒服。但我们这种体验也在没有高反的前提下。对。嗯。有高反的话，你弄这么多肯定没办法弄了就。对。好，我们就慢慢返回吧。